我现在九根的支撑柱全部完成了。从昨天到今天，其实这个要让它凝固，凝固了之后我才能进行后续的动作。所以要用这个时间呢，做我的这个小木屋的骨架。我这个小木屋啊，是哥特式的拱门的这个设计，所以呢，它的主要的部分就是搭建的骨架。这个骨架是一个弯曲的造型，要先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呢，再组装。逮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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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逮住吗？把手机放下。再复一下，记住啊。戴手上不好，不好弄。
候就历尽千辛万苦，我这个拱门的骨架现在已经第一个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成型了。在我实验的过程当中废了两根料，主要是经验不足，也在摸索方法。这个拱门的骨架可能是料太干，其实这个弯曲度也不大，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料稍微潮一些，潮湿一些，这个弯曲度是没有问题的。费点劲，你要给我打个手机。这个几个固定点上，这就交替。两个交替，然后把它一点点往前推，推到位之后就固定就可以了。这个挡母就行。
这个先不动，看看能不能卖。所以啊，这个弯曲的这个木板，这个中间带这个裹结头的就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对，它不能打完，它打完了之后就在这个地方断裂，所以我后面再挑木板我就知道了。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积累出来了，就经验。不过这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两个钉眼，就是。这是第一块，我没有经验。别动，好像。把它拿起来。没到位。
往那头一点。这怎么用？最后这个螺丝，因为这是上，那是下，最后这个地方不碍事。这是还有两个接头的时候，还有个挡板的。就不会断了。那个转换了吗？看嘛，就是这样的。嗯。哎，这两个一对头。就是这样的造型。对。也哥特式。现在就用这个叫哥特式的拱门的这个造型的小屋，因为它的稳固性最好，抗风啊、抗雨啊、抗震啊，就这些能力是最强的。而且它以后维护比较好维护，因为它是彩钢瓦包裹起来的，整体都是彩钢瓦包裹起来。这几根是后期添加的，是因为原来那几根断了，那个料太干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这几根料是买回来之后放在车顶上，让它淋了一场雨，它就比较潮湿。那现在用起来就比较顺手。最后一根。松开就可以了。我把最后这一根的这个防腐给它刷了，这两根的防腐。这个工作就完成了。
总共这个哥特式的这个拱门的骨架我总共做了14根，一边是7根，14根然后搭出来完成了，就是28根料。你看片连接片，这个完成了要收。下来。啊，我可以。内控，这个打螺丝的时候你看它有点悬殊，我就用那个粗一点的绳索给它拴在两边，然后往中间稍微拉一点，拉一点它就齐了， OK 了。有一个搞音乐的人，他们在这边拍片子拍视频，是做什么玩意儿搞不太清楚，有好几个人他扮演角色。
山瓦。乖，握手握手，你好你好，乖。这个严丝合缝，就这么来的。在那边定完了之后，这边都严丝合缝，就说明就是我切割的时候，测量切割这些都比上一个木屋都要强的非常非常多，就经验。成师傅了。前腿蹬，后腿蹬。你腰上的技能用上就腿弓就可以。已经比原来都进步了很多。是不是严丝合缝？严丝合缝。对。很精准。
这就非常满意。技术的问题，技术很高嘛，老周，越来越好。主要是但它有一个大的那个百香果，哼，你又开始玩了。你看，就在这地方修一个台，修一个观景台，然后坐在这里，如何？很好。就在这树下。树下凉快。其实上面都不用用。对啊，做什么盖儿啊？这棵树还很漂亮，像佛手一样。我研究一下方，因为它没有多少重量，其实随便挖一小坑，弄那个混凝土。埋上就可以。时间加工了这66个连接片，但是钻孔也很费劲的，一点点就给它弄完了，开始打螺丝。垫片都打烂了，真是老废了，生气了。比较，就反复的量。OK。到几？54差1毫米，这就非常非常精准，精准到。告诉你，这就是牛逼，太精准了，就牛逼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。你看，这样，非常非常 OK 了，没有任何。
就是可重了，顶帽呢就顶帽它这边还得重新量，因为它对它会有挤压。你看，变成两毫米了。那怎么好变？它这个切口，可以了。这是最精准的，因为它压在尺子上，它这个切口宽，你知道吧？对。拿出之后再复尺。对，夹住之后再复尺，就是。确保它，因为它夹的时候它会动嘛。它就非常 OK 了，绝无的悬殊。这个压在21寸的线上就可以。牛吧，这个是54整整的，两头都震撼的，晃动都晃动不了。太好玩了。这左边这叫紧紧邦邦。左边叫紧紧邦邦，右边叫赫赫朗朗。你赫赫朗朗是什么？1.22，还是不行吧。是从中线出发的，还是从边缘出发的？那你刚才那个够？50.5，50.。钢架的基础框架，通过两天的打螺丝，很酸爽的就完成了。这一会儿就可以上盖板了。这次盖板呢，听当地人介绍，就是这种水泥纤维板，据说非常好。我上了这个水泥纤维板之后，地面可以铺木地板，也可以贴瓷砖。
这得有多重这一个板？应该得有500斤吧。500斤。Let's go. 1、2，走。把你大力士这500斤啊。三Yeah.